老爸说交男朋友要谨慎，如果不小心交到一个妈宝男朋友的话。妈，快去洗衣服，洗完衣服去煮牛肉面。牛肉面不能太咸，不能太清淡，不能太油腻，不是红烧口味的我不要。你不知道我是妈宝？你妈宝我还公主嘞，还不敢去。哎呦，爱哭鬼，怎么啦？我想念我妈妈。哦，乖，你可以把我当妈啊？有什么话讲给我听啊？妈，我想吃牛肉面。谁是你妈？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？我妈都知道我不吃葱哎。哈？你不吃葱哦？你再不帮我煮牛肉面的话，我就要去跟我妈咪告状哦。谁怕谁啊？你以为只有你可以告状吗？妈咪，我跟你说，我妈煮的比较好吃。不要不要哭啦，我煮的也不错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只是差我妈一点。妈咪都会帮人家洗衣服哎，妈咪都会帮人家洗头哎，哎，我妈都会帮我煮牛肉面哎。那你跟你妈结婚就好啦。我妈说，不会煮饭的女孩子不能娶回家。谁说我不会煮？你想吃什么？说。是吗？那我要吃你煮的牛肉面。牛肉面。哎，你的葱切得太粗了，切细一点。水滚了，快把火关掉，关小就好了。加面，加面。好，回去切葱。葱还没切完嘛。哦，人家想吃牛肉面，牛肉面。啊 ，baby， 牛肉面来啦。哦，人家想吃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都要加番茄酱。好了，现在变意大利面了，给我吃！乌龟龟翘，乌龟龟翘，乌龟龟翘 ，yes！ 哎，人家要吃啊，赢了才能吃。再举，再来举，拜托！烫烫，哦，不烫不烫，慢吹吹。妈妈都会喂人家吃吃。哦，好，不要哭，喂你吃，喂你吃来啊！哎，大哥，哎，你在煮什么？我在煮牛肉面啊。哎，你试试看。太好吃了吧！哎，这有妈妈弄的味道哎。